现在气温21.2度，相对湿度70%，无雨量记录。紫外线指数为2，强度属于低。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。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温暖，气温介乎18至24度，吹和缓东风，初时离岸风势清劲。展望星期三温暖，早晚有薄雾，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，天气概放。受一股海洋气流影响，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温暖及有薄雾，而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中后期影响该区。随住季候风缓和，周末期间温暖潮湿。2月25日，18摄氏度，24摄氏度，65%-95%，东风3至4级，大致多云，部分时间有阳光。2月26日，19摄氏度，26摄氏度，60%-95%，东风2至3级，大致天晴，早晚有薄雾。2月27日，18摄氏度，22摄氏度，75%-95%，东风4至5级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初时有薄雾。2月28日，18摄氏度，23摄氏度，70%-90%，东风3至4级，初时离岸5级，短暂时间有阳光。2月29日，19摄氏度，24摄氏度，65%-95%，东风2至3级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晚上有薄雾。3月1日，19摄氏度，25摄氏度，60%-95%，微风2级，大致天晴，早晚沿岸有雾。3月2日，18摄氏度，23摄氏度，70%-95%，东风3至4级，稍后离岸5级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早上沿岸有雾。3月3日，18摄氏度，22摄氏度，70%-90%，东风4级，离岸5级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早晚有一两阵雨。3月4日，16摄氏度，21摄氏度，70%-95%，北至东北风4级，离岸5级，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雨，早晚清凉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，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，天气概况。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，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。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，初时间中6级，海有中浪，初时大浪。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，初时间中6级，海有中浪，初时大浪。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，海有中浪。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，海有中浪。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，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，东部稍后达6级。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：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，能见度14公里；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，能见度30公里；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，能见度10公里；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；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，能见度12公里；西沙吹东北风2级，能见度17公里。船舶天气预报没有警告，协调世界时23日21时天气概况。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或预报海区，由协调世界时24日9时开始生效的24小时船舶天气预报，香港等于吹东风5-6级，有几阵微雨，浪2-3米，东北涌浪2米，温度23-19度，等于广东等于吹东至东北风5-6级，有几阵微雨，浪2-3米，东北涌浪2米等于
台湾海峡等于吹北至东北风4-5级，初时6级，有几阵微雨，浪2-3米，东北涌浪2米等于。巴斯等于吹东风6-7级，有几阵微雨，浪3-4米，东北涌浪2-3米等于。东沙等于吹东至东北风5-6级，间中7级，有几阵微雨，浪达4米，东北涌浪2米等于。巴林坦等于吹东风6-7级，有几阵雨，浪3-4米，东北涌浪2-3米等于。中沙等于吹东至东北风4-5级，间中6级，天晴，浪达3米，东北涌浪2-3米等于。西沙等于吹东至东北风4-5级，有几阵微雨，浪2-3米，东北涌浪2米等于。北部湾等于吹东至东北风4-5级，多云，浪达2米等于。现港等于吹东至东北风4-5级，天晴，浪达2米等于。